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真正专业的舞龙团，
所看到所有的表演跟一般的表演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这些排阵都是非常的专业，而且看到全部都是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们。今天为了我们评美奇妙，我们年历造进活动他们今天也特别请假过来这个地方来做这样一个造进活动也祈求我们地方能够地脉昌隆，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也能够祝福大家都能够健康顺心富贵圆满。最精彩的表演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大家，真的非常的棒啊！谢谢，谢谢我们金长兴，我们的好龙卡，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感谢你们。